咱的旧创总军以及阮关平太子吼，拢是为咱宜兰的洪秀珍所出品的作品。那么的洪秀珍吼，目前是咱宜兰地区唯一维持着咱台湾纯手工手片的这个形象甲，那个接受到的一个，这是咱东宁城的传统哦吼，咱的东宁城的传统。 关心最近要紧的第一声，就是咱的动人声，咱的动人声。咱的扫把团哦，咱的扫把，咱的驾驶扫把，嘛是咱特别声，咱的热情的来响起扫把，大家一路辛苦哦，大家一路辛苦哦。 今仔日天气非常的热，非常非常的热吼，咱的土。咱所有试驾车，我们都另外啊，大家辛苦哦吼，咱也感受的平台，感谢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哦。 这是咱土制的现驾车，土制的现驾车，咱的中尊就是蒋经国总统所赠送予咱土制的咱的党项关心的军，以及咱正副龙主的现驾先尊，重要性格，重要性格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 咱的花团，就是咱的副楼主，咱的公主吼，掌声鼓励，挥挥手，你是挥挥手，你好。今仔日吼，拢无落雨，我甲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吼。伫咱顶义顶头的咱的正副楼主的囡仔，哦，他们有打瞌睡，就会开始阴天。
这么开始下雨，今天你们都没有赶快睡，所以我们热死了，掌声鼓励。